我觉得张曼玉这一次的表现，当然她身为金马大使，她很尽责了。嗯，但是有些小细节，我觉得要改进，太随性。嗯，就是我刚刚讲的，比方说你跟刘德华一直被拍到说一直在讲话，这就不对的。嗯，你是金马大使，你自己都不看这个典礼，谁看呢？这是第一个。第二，当那个讲座都移到你身上，而且再三再三拿的时候，你不要退。你知道退是很失礼的。对，因为这个被颁奖者已经在现场了，所幸章子怡算是识大体哦，赶快。他最后是最后谁解套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也忘了。是章子怡对刘德华鞠躬。哦，哎，有没有？他跟他鞠躬，其实就有点暗示说颁吧，颁吧，不要再这样僵持下去了，有点尴尬。对呀，啊，刘德华哎，才颁过去了，是表示他们之前没有套过，刘德华也不知道这个状况，不知道了。对呀，啊。不过这次典礼中的巨星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不过这次金马奖呢也创下史上最高的收视率，也算是办得相当的成功了。那今天谢谢各位，哈新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我是花花。哎呦，美丽的女明星嫁到豪门真的是好让人羡慕哦。不过呢，最近却传出性感女神邱淑贞哎，带着一家大小有没有从豪宅哎搬到小房子住，而且甚至呢还臭脸数落她的老公哎，盛梅姐，我们心目中女神哎，邱淑贞，她不是很幸福吗？怎么会有这个传闻呐？对，而且邱淑贞在娱乐圈她真的是一个传奇啊。是，你知道为什么吗？过去我们看了很多拍了很多性感的电影，对不对？性感女神。1999年，她嫁给当时 IT 服装公司的老板，叫沈嘉伟。沈嘉伟。你看，结婚这么多年以来，IT 今年刚好25周年。嗯，也就是在邱淑贞嫁给沈嘉伟之前 ，IT 这个服装公司已经成立了。嗯，25周年，他们做了一件事。第一，IT 哦，光是在整个香港地区将近100多家，天哪，台湾也有。好，那大陆呢？因为他们最近跟那个拉法叶百货公司，在内地叫做老佛爷百货，对，他们合作，所以在北京开了一间旗舰店。天哪，你想看IT 这个潮牌服饰在北京开的旗舰店，应该是非常庞大的，对不对？是对啊。10月才举行的开幕典礼，好，现在11月多嘛，好。对不对？那来看一下这则新闻，你会吓到。怎么了？在看这则新闻之前，先跟大家讲哦，在8月以前的沈嘉伟的身价，我先讲一下。好，如果说以 IT 服装公司有将近200家，他个人的身家哈，港币是20亿，台币是75.9亿。我的天哪！个人哦，个人的资产哈，20亿。哇塞！可是你们不要忘了，怎样？我记得今年中有人调查，光是邱淑贞个人也有100亿身家，你们忘了这则？哦，有，我们之前好像有说过吗？因为他是 IT 的大股东嘛。对。但是香港东方新地的封面呢，怎样？哇，怎么会？怎么有100亿身家的富婆，为什么要从大屋搬到小屋子呢？戏就是小屋子了。为什么呢？那为什么还对他的老公，你知道吗？结石面，我们叫结石面了，就臭脸的意思啦。哎，厉害哦哈！怎么啦？贫贱夫妻百事哀吗？啊，是真的吗？是因为你资产缩水了，所以要对你老公碎碎念吗？哎，沈嘉伟，哎，邱淑贞，他们最小的女儿，旁边是大女儿嘛，哈，好，那怎么会这样？这个故事的缘起是说，在北京的旗舰店业绩不如预期啊。从8月开始哦，今年8月 ，IT 因为他们是上市公司，你的资产是查得到了，它的利润缩水27%，到今年10月的时候，蒸发掉70%啊。好，去哪里？我刚刚讲哦，光是沈嘉伟啊，个人的身家是20亿港币，75.9亿台币嘛，对，蒸发了70%之后，他现在蒸发掉5.5亿港币，我帮大家算好了，就这样一轮3个月蒸发20亿台币，很多哎，很惊人。20万我就觉得很多，对，20亿啊，去哪里花？这没有办法，上市公司那股价一个涨停板一个跌就这样，好可怕。因为这个股价缩水，资产缩水，邱淑贞又很信大宝法王，赶快问大宝法王，现在怎么办？我们怎么会这样呢？好。
大宝法王说你们家豪宅住在山上对你是不利的，哎呀、啊、你要对着海，每天面向海，心里平静才能转运催财运、哦、所以山上的豪宅不住了、嗯、哎呦，山上豪宅有两层哎、欸、对、啊、两三百平哎、欸、全家哦、嗯、一家五口加两个佣人、嗯、七个人、嗯、立刻连夜搬到深水湾深水湾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靠海有没有靠海有啊有啊催运呐、啊哎、对不对希望宝宝把这20亿给他回来对不对东方新帝又拍到这张照片感觉上就在对他的老公谁谁亮可能那个 OS 会写说、嗯、怎样啦、啊、一个一根涨停板你就缩水了20亿、嗯、现在是怎样嗯这是我的 OS 啦是豆豆邱淑贞有解释啊不是啊不不是啊没啦我的小女儿生病她又跟爸爸撒娇又要吃雪糕又要吃糖我有点生气啦嗯、我邱淑贞从来不会对我老公沈家伟发脾气从来不会、哦、我不可能对沈家伟发脾气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好真的不可能嗯，那为什么大宅要搬到小屋呢、嗯、为什么呢你知道林青霞以前也回答过、嗯、我们家在装修、欸、你们想太多了哦，所以他们也家也在装修是不是暂时啦大宅还在啦也有道理啊也是我的大屋还在嘛是为了要催财运我搬到小屋、啊欸、也是蛮合理的说得过去 对不对不过邱淑贞呢哎，从当时的性感女神洗尽铅华变成现在的豪门贵妇其实冥冥中哎呦一切都是有安排的哟哎，麦大哥邱淑贞能够成为性感女神其实一切的一切都要感谢汪晶导演不过后来听说两个人也闹翻啦对其实邱淑贞是1987年的 TVB的香港小姐选美对呀、啊、那她其实是最终入围到12个是第一个被喊到进入12个的一个佳丽嗯嗯嗯结果那一届呢冠军是杨宝玲啊可是那一届呢邱淑贞进到12个里面退出了为什么因为她被其他佳丽检举她有垫下巴说她是啊还可以吃哎呦问现在有什么关系对啊谁不准对不对现在不准才奇怪吧当时没有证据因为她也反驳可是后来 TVB 说那没关系就把她劝退了天哪劝退之后呢下巴就要劝就跟她签约演港剧那当时邱淑贞呢她在 TVB 里面是跟刘嘉玲、跟蓝洁瑛、跟曾华倩、张曼玉、尚诗安娜，还有吴君如，合称为九龙女。哎呦，她1987年一选完港姐还没有选，88年就跟梁朝伟拍《新杂师兄1988》。哦，对对对，等于很受欢迎。是，但是马上呢，她就被王晶大导演发现了、觉得这个女孩很漂亮，对啊，觉得她很适合进大荧幕，就把她挖去拍电影。在89年拍了《最佳损友》跟刘德华，对，就是很好看，就让对不对？就让这个邱淑贞在影坛一炮而红，就开始出名了。哎，可出名之后呢，其实王晶看这个女孩啊，因为当时《最佳损友》邱淑贞她演的是一个比较像女孩可爱的傻傻的，像瘦瘦，对。可是王晶觉得邱淑贞是有一种性感的潜力。哎呦，真的看到。因为当时啊，在好莱坞有一部电影，就沙朗史东演的《第六感追气令》，有没有？那结果王晶就帮邱淑贞量身打造了一部电影，叫《赤裸羔羊》，超红的，而且到现在还在播，超就是一个香港版的《第六感追气令》。那这个电影里面当然有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啊，很精彩。可是邱淑贞因为这个电影《赤裸羔羊》，立刻要升为，因为这个电影3级片，它是限制级的。但邱淑贞她没有露点，可是马上变为变成香港最性感女神，真的变成性感女神。后来《赤裸羔羊》乘胜追击，拍了一系列的作品，对而且邱淑贞在王晶打造之下，你知道当时啊，因为香港3级片崛起了，可是邱淑贞是唯一拍3级片没有露点，三点不露，她即使有裸露，可是很多都是重点都是替身的，等于说王晶非常保护她，可是邱淑贞也非常的性感，性感女神这个名号。起来之后他的每一个电影包括不道德的礼物啦很多电影都非常脍炙人口其实那些时间邱淑贞拍了40多部电影哦是香港的一线的女明星非常非常红可是呢当时我们刚刚讲王晶是最看好她的一个人而且也是发掘她的对所以其实邱淑贞就很名正言顺变成金女郎然后等于是王晶御用的女演员当然这个导演跟女演员就产生了情愫他们两个就都是这样感情了但是王晶是有家室的人所以他跟邱淑贞的感情其实大概有历经了10年左右可是因为
大家也帮王晶取了一个外号，叫做“痴心情长剑”，就是说这个男人很痴心。哎，就是跟王晶导演好不搭哦，这个名字，对不对？就是觉得，就是他对于，干嘛是王晶导演自己取的？邱淑贞一直很痴情，可是王晶又不肯去解除他解决他的婚姻问题，是那怎么办？所以最终呢，邱淑贞是。这感情是没有结果，那当然最后一个导火线是什么呢？他们两个终于分道扬镳，导火线是刚已经工作了快十年之后，王晶希望有新的面孔，因为王晶在这些年里面，他其实身边的一些想要做金女郎的女明星也不断哦，当然，因为王晶在这个十年里面拍的三级片也捧红了非常多女明星，朱茵啊，很多很多，李丽珍各种三级片的女明星，可当他开一部新片的时候，本来邱真以为那个电影的第一女主角想当然而是他，就王晶用的是别人，让邱真演了另外一个第二女主角，那也女二。那要是我是邱淑贞，我一定不开心。邱淑贞非常不开心，就不开王晶的戏，就远离王晶。当然那个时候邱淑贞就开始去拍了关锦鹏的《越快乐越堕落》，她想彻底的从性感女神转为演技派的女明星。可是没有想到这个电影虽然进军柏林，可是并没有达到邱淑贞预期想象。是，所以从此之后呢，她跟王晶又分道扬镳，她自己在事业上也就。到了另外一个状况，就没有再那么花苦心在演艺事业上面。盛梅姐，其实当时呢，邱淑贞的事业真的是如日中天。不过她后来遇到现在的老公沈嘉伟，就退出演艺圈，也让大家真的是跌破眼镜。对，这个故事呢，就是延续刚刚麦哥讲的。当这个《羔羊》系列结束之后，他就接了关锦鹏导演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影，叫《越快乐越堕落》。我看了好多遍，因为这部电影讲的是不仅是同性，也有异。他们之间的情欲纠葛，尤其邱淑贞哦，有一场戏在电梯里面勾引那个男人，我记得是柯宇伦，对不对？怎么样？我觉得比《羔羊》系列更让人喷火，血脉喷张，就是其实这么小一个空间，不用很多的动作，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女人，她其实的演技真的是光是眼睛就可以杀死男人。哇！越快乐越堕落，因为是一个情欲纠葛的戏。她在这个戏拍摄当中，她认识了她生命中的男人沈嘉伟先生。小小讲一下，沈嘉伟只有高中毕业，他的父母亲住在一个香港的一个公屋，就村屋，所以基本上。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钱也不多，所以认识了这个邱淑贞之后，两个人简直是天差地别，真的耶。沈嘉伟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你知道吗？他光看着你的眼睛，他都会脸红的男人，这么害羞，他害羞的不得了那可是你想想看，他竟然跟邱淑贞谈了恋爱，对呀，这太奇怪了吧？那个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之后，朋友都知道了，慢慢也传开来了。偏偏邱淑贞的《越快乐越堕落》这个电影。让沈嘉伟他们住在公屋的哥哥姐姐他们的家人，就是沈家的爸爸妈妈，全力反对，不好吧？再加上明明她就是金女郎啊，你要过这个手吗？很多人会觉得娶这样一个性感女神哦，是很大很大的压力。朋友、亲戚、朋友全部阻止，还有朋友就当着沈嘉伟的面说：“邱淑贞呐，很堕落哎。”他也没有错啊，他演的就是越快乐越堕落、可是那个就是演，那只是演戏而已。是不善于言辞的沈嘉伟说出了心目中的一个金牌金句。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堕落啊！可是我快乐啊！好会讲话，他一下子就把这所有的情势都逆转了。他这句话其实转到这个邱淑贞耳里，他就觉得这个男人，的确是我可以托付的对象了。是，好，中间讲个小插曲，我刚刚讲沈嘉伟害羞的不得了，他看到一般女生都头低下来，更何况看到你这些大明星，而且邱淑贞那么性感，拜托谁受得了？他们在日本彩虹桥举行婚礼之前有一个求婚，其实是张国荣、张曼玉、吴君如一堆的人去起哄的，在张国荣的《为你钟情》餐厅，他准备了那个，他只要准备钻戒就好。接下来求婚的整个过程，就透过吴君如、张曼玉一堆的人拱他求婚呐、这些人也超大咖的耶。今天如果没有这些人，我觉得沈嘉伟根本。